拆这个防守前扭的话，如果想好拆一点的话，就把电先把电机拆掉，因为这个位置有点挡这个位置。拆掉这个。现在拆这个就好拆，要有卡王钱。卡完前把这个卡完卡掉，这个就可以拿出来了。如果你想换新的话，同样的方法，怎么拆的就怎么装回去就可以了。重新把这个卡回去，这样子卡回去，这卡完一定要卡到这个防守旋钮的槽里面呀，不然你稍微用一下，到时候这个防守旋钮就拉出来了。一定要卡入槽里面才行。装完之后，重新把这个链机上去。发就喜欢了。